不光是垮脸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明明不胖，但是夏天在穿短袖的时候显得很壮？三个模特演员都在做的动作，但你在夏天前从这样变成这样。大家看一下我原来的照片，就是同样的角度，我回头，你看我现在练背对治垮脸是特别的有用的，而且整个下颌线都会变得清晰很多。首先第一个，把手从背后这样子给它拉住，如果说你拉不住的话，就尽可能的去贴近你的手，然后停留30秒钟，记住这个时候头不要低下来，可以轻微的往上抬一点点。第二个，把手放在后腰，把肩膀往内收，这个时候你是可以感觉到你的肩胛骨在发力的，而不是你的斜方肌哦。第三个，拿两个没有喝过的矿泉水做推举动作，同样记住，不是斜方肌跟你的手臂发力，去感觉你的背部发力。这三个动作做完以后，记得拉伸一下，把手放在你的耳侧，用你的耳朵去贴你的肩膀，大概10秒钟，然后换一遍。拉伸完就可以了，是不是超级的简单？而且练背呢，它不光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脸好很多，背部也会变得有线条。当你看到这个回报的时候，是真的很开心。想要变美是真的是需要你付出体力啊，或者是这个对于我来说呢，就真的是一个更健康，然后更自信，更有用的一个方法。那就希望可以帮助大家，而且夏天马上就要到了，赶紧行动起来吧。